Hello， 大家好。刚刚钻进这片竹林，拔了两分钟左右，就拔了一堆这个野笋了。这边的野笋真的是太多了啊，拔这个笋非常的过瘾。今天看一下在这边拔笋能够收获多少呢？我们继续拔，下面还有很多很多。今天来这片竹林，就是拔这种甜笋啊，不知道这种笋你们有没有吃过？这种笋非常的，好吃，而且这种笋也是叫实心笋，可以看一下它的肉啊，都是实心的，非常的嫩呐、胖乎乎的，你看，特别漂亮。像这种笋，你看，又肥又大的，又粗。虽然它这么短啊，但是却很大一个。这种非常多肉的，整根都是肉啊，它的肉从这边开始，一直到这边尾部都全部都是肉啊。这里四根估计都有，差不多七八两啊，特别重。这一把拔的够漂亮啊，全部都是这种又粗又大又肥的。哇，真的是太重了，这个笋随便装一点点就特别重啊。现在在一路的收这个笋啊，这里沿着这条小路放了很多很多这种一堆一堆的，现在要把它全部装起来，等下就要回家了。看一下等下装了之后能够装多少袋这个笋。今天的袋子带的有点少，只带了四个袋子过来，都已经装不下去了，装了四大的，满满的啊。今天在这边拔笋真的是过足了拔笋的瘾啊，现在要把这个笋全部扛到外面去。这里视频就录到这里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